命的一个问题。哎，再有就是什么，各个队在打辽宁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胜利这个想法的话，就是说觉得我觉得打不过你，或者你这实力相对来说强，那么往往他在倒还是形成一对一。纪委的防守很好啊，掩护之后想打大，夹击之后呢也快速的出球，莫兰德防守出来覆盖住，能力堪是右边往里走了，很耐心啊，连续的扑分打进了。他这个球我觉得出手就很好，最后出手的呀，再有一下那肯定就一下就到防得太痛苦了。对，好球，对，这个破联防形成了四号位，李虎毅漂亮这球啊，虎的这个球处理的不错，他就是也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是公里数的人延续下来的，那公里数其实说白了这个在东北虎有不一样的理解，对吧？哦，纪委这球啊，抢断，三打二，莫兰德这快加速度真快，来而不往，飞离，在这边就已经听得很清楚。对，有的场馆其实是很多是做不到。对，老篮下，单挑了啊！莫兰德的先靠后投啊，哎，确实啊，你跳多高都不好使啊，躲着打啊。对，技术运用的很好，很合适。哦，要回线。本应该，哎呀，不是这么设计的，有点巧了啊！哦，这次啊，但是今天纪委啊，这个球先靠后躲啊，确实这个手啊看出来了，反击啊，兴林杰，这次呢是凭借速度过，嗯，哎呀，嗯，三中三，外线五中三，嗯，来自于莫兰德的突破。注意力在给对抗和打进这一次进攻，你才能扳平的一种情况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主动权还是怎来了？做连线。嗯，其实你看这个战打进的情况好了。莫兰德一个怒后，加上他现在是十胜，那么第十二名呢是十四胜，当时有三个球队纠结在一块儿。大哥上抢一加呢，篮下容易空。哎，莫兰德